对。所以看到，再看一次，这个地方你要把它往这边推，所以你这个就要往下切，这个往上推，然后身体换。再看一次，这个地方，这个下切，这个推高，然后把它推出去就好。这个下切，这个推高，然后记得身体要主动，你不要这样子，然后它还是抓着你没有用，所以你要往这个方向散开，让开。展开来，好，再看一次这个气，展开来，就轻轻的把它推开来就好了，好吧？我们练习一下这个动作，当对方过来的话，那个没有啊，你如果看到你这样，周围的电台也不够多吗？这也是，我不是，这样是一种，这样一种是。在录影，好，在录影。
就习惯性，然后做的时候就是练身体。